为什么你看着我，我却觉得你看的不是我。那时候啊，康老师送音乐姐姐去坐公车，不然音乐姐姐可能比康老师还要冲动，真的会打下去。对，音乐，少奇有跟我提过，陈音乐嘛，是姓胡，只要想成是映在湖里的月亮，就不会忘记了。对啊。记忆力真的是，思佳姐姐，你不舒服吗？没什么啦，可能是因为时差还没有调过来，所以精神比较没有办法集中。思佳姐姐是怎么跟康老师认识的？我们是在他街头表演的时候认识的，所以思佳姐姐也是学音乐的哦。我对音乐有兴趣，可惜没天分。音乐也是学音乐的吗？康老师没跟你提过吗？他没有跟我说很多，可能因为功课重，所以也没聊到这些。我只知道他很爱音乐。我想只要是交往中的情侣，都一定是很爱对方的。那你觉得我跟音乐像不像？不像，一点都不像。音乐姐姐跟思佳姐姐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，个性不像，说话方式不像。不像不像，是吗？那婚礼的时候应该要请音乐来参加，顺便认识一下。思佳姐姐，音乐姐姐走了八年了。可能不是快乐的回忆，所以少奇没跟我提过。思佳姐姐跟康老师感觉起来好幸福哦。我想，我再也遇不到一个这么照顾我、关心我，而且我也很爱的男人，所以，我决定这辈子要跟他一起过。好幸福哦！你们婚礼的时候一定要请我哦。牛马，我时差问题好像越来越严重了，我想先进去休息一下。夏姐姐，
其实我是护士，如果你真的很不舒服要跟我说，说不定可以帮上忙。谢谢你，有需要我一定会告诉你。老师啊，哎，你不要喝那么多了，留一些给我啦。阿布，酒没了再买就好了嘛。哎呀，这样太浪费了。这个酒是来喝高兴的嘞，又不是来喝醉的。阿布，如果音乐听到你说这一句话，他一定会笑出来，因为他一定会说：“阿布，你老是喝醉。”康老师，虽然我很喜欢音乐啊，可是我还是要说的，哎，你能走出这个音乐的影子，重新接受爱情，接受世家，告诉你啊，思佳是一个很漂亮又懂事的女孩子呢，啊，阿布，我一直都在跟音乐谈恋爱，康老师，康老师。刚刚在说什么？我怎么都听不懂嘞！啊，柯老师啊，柯老师，少奇。你还好吧？音乐，不要离开我。音乐，不要离开我。音乐，明天你会陪我吗？可是我明天有事。哦，又是学校有事吗？我记得去年就是因为学校有事。不是啊，是我自己的一点私事。私事？那外人就不能参加了。思佳，你在这等我一下，我去车上拿东西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思佳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祝你生日快乐，三岁的生日快乐。明天我没有办法陪你，可是我还是要跟你说一声生日快乐。来，
现在才知道，原来那是你在想念音乐的仪式。你跟我交往了七年，却每年都在想念他。喉咙不舒服啊，我去倒水。不用了。好吧，没事啊。我睡了多久啊？两个小时了。你醉倒在沙发，是管家帮我抬你进来的。真是不好意思，你时差还没调过来，应该是我照顾你才对。没关系，你要不要再睡一下？不用了。酒差不多都醒了。思佳，你哭了？怎么了？没事。真的吗？思佳，你怎么哭了？是不是有人欺负你？啊，少奇，你真的爱我吗？你怎么问这种傻问题啊？你爱我吗？我当然爱你啊！我爱你，我爱你。思佳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只是担心，爹地反对我们在一起，你会离开我。你看着我，我不会离开你，你也不会离开我，对不对？对了，你怎么会为这种傻问题流眼泪呢？好了，阿布说下午要带我们去山里面走一走，一起去吧。我有点累，想休息一下。那我陪你。不用啦，你难得跟阿布他们相遇，你还是跟他们去吧。天气哦，就是哦，变幻莫测啦，晴时多云，无大雾，渺朦胧，雨朦胧。哇，杨迪，快过来看！看什么？我们上次种的树，现在长得好高、哦。真的吗？可以看。哇，杨老师，你记得这里吗？我当然记得啊。你小时候有一次下雨天，我从这把你背回家。以前教小老师的时候，就常常一个人来这里，看老师会不会出现。对了，我帮老
老师画一张画像哦。画像？嗯。什么时候画的？一点都不像的画像啊！还不是你们乱画的图像。可是的，我觉得那一张画只有打乱画的胡子，最像现在的康老师啦。对哦。无聊哎。好了好了，别吵了，别吵了，不去不去。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看到这幅画？这个要好好想过才能做决定。对了，昨天问你的事你还没回答，你是不是没在学音乐？为什么？我离开之前答应过我，要继续坚持音乐这条路。发生了太多事，有些事不得不变。老师不是也变很多吗？我现在在医院当护士，我觉得很有意义，可以帮助很多人。Yaki， 你有没有跟尤妈说了？爱情要两个人，一个人爱不起来啊。哎呦，尤妈这么聪明啊，很多事情不用说，她都知道的啦。哎，雾都没有了，开了。哎，康老师，我们再去走走。哎，走走走，哎，走吧。需要人陪你聊聊天，坐吧。你看起来好像不太妙哦，感情出了问题了。看来我这个疗伤天使来的正是时候。怎么了？他好像到现在还爱着以前的女朋友。你怎么会知道？他告诉你的。学生那里知道的。那他知道你知道吗？没想到你在这段感情中处于劣势，那干脆你告诉我他前女友是谁，我帮你去追他，让你的男友死心，只专心对你一个人。他走了，已经走八年了。那我可能对冥婚没什么兴趣。那干脆跟我一起回台北吧。制造一些危机感给他，不要让他觉得你很稳定。唉，男人就是贱，只要觉得你跑不掉，就会犹豫。其实男生女生都一样，失去的总是最美好的。怎么样？跟我一起回去吧。你来这做什么？我不是警告过你，
要让自己的女友伤心掉泪。有时间陪其他女人去踏青，却没时间陪自己女友。我的私事没必要跟你报告吧？还有，说实话，我个人不太欢迎你。我也不需要你的欢迎，我是来带思佳回台北。思佳如果要回台北，我会带她回去。我不放心把她交给一个不注意她身体健康的人。很巧，我也不愿意把思佳交给一个不关心她的人。少奇，我刚好有事要回台北处理，就先跟俊文回去了。思佳，如果你要回台北，我可以带你回去。不用了，你难得回来花莲，就多待几天轻松一下。我跟俊伟是很好的朋友，我们也可以趁机聚一聚。思佳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走吧。你现在就离开？阿布、尤玛、达鲁，很高兴在花莲认识你们，你们就把这里当作自己家，想住多久就住多久，不用客气。你放心啦，我们不会客气的哈。回到台北之后可能还有机会见面，那我就先走了。那我送你。谁知道啊？Maggie，现在怎么回事啊？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？这世界比你想象的复杂，康老师的爱情也很复杂的啦。你为什么不继续学音乐啊？其实你唱歌的时候很快乐。这是我地址，如果你想继续唱歌，我可以教你。你知道音乐当初为什么会住在你家这么多天吗？因为没地方住。是为了你，他才继续留在花莲。为了我，当初你心里一直有障碍，没有办法在大家面前唱歌，所以我跟音乐才想出一个法子，让音乐继续住在你家。你知道吗？能够让你再开口唱歌，是音乐最大梦想之一。
为什么会这样？怎么样了？为什么会是雅基坐在旁边啊？大陆，你真是个不孝顺的孩子嘞！你年纪这么大了，你叫我去后面吹风哦，这样会很不舒服嘞。可是他们一直在说话啊！老师，好久没有听你弹吉他嘞。我也好久没弹了。那你要不要趁这个机会练习一下？改天吧。哎呦，他们还会不会笑你？音乐离开以后，我就没弹过了，已经生疏了。他们为什么要不说话呢？开车看前面的，你看后面做什么了？小心车！完蛋了啦！怎么会撞到电线杆？啊！谁叫你他们说话你也看，不说话你也看了？哎！怎么样？还好吗？为什么少奇又打电话给我？他是不是不在乎我了？制造一些危机感给他，不要让他觉得你很稳定。唉，男人就是贱，只要觉得你跑不掉，就会犹豫。今天玩得还开心吗？我回来了。哦。我想见你。可是现在太晚了。那明天早上好吗？我想早点见到你。那去你家吧。我家？我都还没去过你家哎。哦，好啊，那明天我去接你。少奇，明天我请俊伟送我过去就行了。不用麻烦他吧，我去接你就好了。没关系啦，你不用特别跑一趟啊，而且我刚好找俊伟有事。我知道了，那我在家里等你。哦，嗯，那我累了，我要先睡了。嗯，晚安。我从来没有听过试车要试四天的。老板，这样才能帮客人确定车子是不是真的修好了。胡说八道！啊，你不去看看那个车前面被撞成什么样子？客人明天来的话，我怎么跟客人交代啊？就说天上突然掉下来一块石头，不小心打到的。巧鱼，老板，对不起啊。不然就说是啊，突然刚好有一台车撞进修车厂，就刚好撞到这台车了。呸！巧云呐，你帮大陆讲话就算了，你怎么可以诅咒车厂呢？老板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啊。对不起就可以了吗？你今天无论如何，看你是拜观音呢，还是拜关公，明天太阳出来以前，给我把车子修好。
要不然你们两个就完了。老板，对不起，我一定会想尽办法把车子修好。你怎么哭了？老板生气了，他一定会去跟我妈妈告状，然后我就会被扣薪水，被扣薪水之后就没有钱买新衣服，没有钱买新衣服就交不到男朋友了。可是男朋友跟新衣服没有关系啊。真的吗？真的啊。那我就不哭了。赶快去修车，赶快去。记得看见星星闪的目光，借太阳闪的你笑了，你会莫名的空。到你眼神中的光芒，那是最美丽的期望。达鲁，达鲁，怎么了？我泡了一杯人参茶来给你提神啊。我不喝茶的啦。可是我已经泡了，你怎么可以不喝？很好喝的茶哦。人参茶。达鲁，你怎么还在？我帮你煮了一碗面当宵夜啊。可是我怕吃了面我会想睡觉啊。不会啦，我可以坐在这里陪你吃啊，等你快要睡着的时候我会把你叫醒。好啊。面面、嗯、对了，你有没有发现我有哪里不一样啊？有。那你喜欢吗？喜欢啊。真的啊？前面有花椰菜，很特别。我不是说那个，你再看仔细一点。有啊，面跟冬粉一起煮，也很特别。哇！我是说我今天的穿着有什么不一样？啊，有啊，你穿那么少，会不会感冒？你还是吃你的面了。嗯。冬粉、花椰菜、面，全部都吃光光，绝对不给你吐。面面的。雅琪，我回来啦。哦，好啊，回来刚好可以吃的。嗯，刚刚好。哇，香哎！好香，好棒哦！哇，阿基我来盛。好。嗯。哇。料太多了，我咬不动。哎，雅弟，你骗我！葵花里啃山猪肉的时候，你就没问题。那不一样啊，那个山猪肉又不要钱，啃不动也要啃啊。哦，我听到粥里面的料在说，不给油妈吃了。嗯，为什么？
因为尤玛的嘴巴含了东西，没有专心在吃东西吃饭。雅弟，人家已经很烦恼很烦恼了，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你还这样讲人家、哦、烦恼你就说出来啊，说出来就没事了。好啦，雅弟，康老师希望我继续唱歌，可是他是因为音乐姐姐说过要我继续唱歌，所以才要我继续唱歌的。哦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雅弟，这件事情很让人家烦恼哎。这有什么好烦恼的？就，雅弟你不懂啦。你才不懂呢。真正要烦恼的是，如果你去唱歌了，就没有办法去卖花，还有可能连那个医院的工作就没办法做了啦。对耶。啊，那我就真的不能去唱歌了。其实你能不能去卖花那都没关系的啦，你卖花一个月才5000块，如果你去当明星唱歌成名了，光那个卖唱片的钱就赚的比那5000块还多了嘞，所以你应该要去唱歌。雅弟，要是我没有成名怎么办？你怎么不努力成名呢？哦，既然你不能成名啊，那你就不要去唱歌了。哎，雅弟，你太小看我了吧？我如此可爱又这么会唱歌，怎么不会成名呢？那你到底要不要唱啊？啊？还是不要好了，又不知道会不会成名，而且去唱歌了，就不能卖花，还有可能会丢掉医院的工作，哎，那不就没有钱过生活了？真是个讨厌的小孩。要唱歌就去唱歌啦，去唱歌就想办法让他成名。雅弟又不缺钱用，不要让雅弟当借口。怎么会不缺钱啊？我们要缴助学贷款，缴房租，对，水电费，是啊，还要买菜，微信赚。好了啦，你太小看雅弟了啦。其实啊，雅弟哦，偷偷的存了很多钱，你们都不知道的啦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骗我？我才没有骗你呢。别人可以不相信雅弟，可是你不行呢，你一定要听雅弟的话。哦，雅弟存的钱哦，可以再撑一年呐，你一定要在这一年以内出名，好不好？有吗？唱歌吧，哦。需要我陪你上去吗？谢谢你，你真的是一个好男人。如果我先遇见你，我想我应该会喜欢你。你是个好女人，不过好险我们先遇见你，要不然呢，我铁定被我小姑逼婚。放心，一定会是好结果的。上去吧，我在楼下等你。但是我不希望看到你。
随便参观一下，我帮你倒杯牛奶。我小护士，恶魔小护士，不要走嘛！你要去哪里啊？要干嘛啦？我才想问你来这边干嘛嘞？我干嘛跟你说？好歹我们碰过好几次面，也算熟了，关心一下嘛。谁跟你熟啦？昨天在花莲还一副不认识的样子。哎呀，人生呐，总是要演演戏，娱乐一下自己嘛。是来找思佳男朋友的、啊，我是来找老师的。哇，想不到这年头师生的感情这么好啊！你是不是喜欢老师？当然，他是我看过最好的老师。就这样。当然。OK， 那就代表我可以光明正大追你喽。哎，踩不到！哇！看来你一直没有学到教训。你好狠呢！我来帮就好了，谢谢。哎，那我们聊事。我劝你还是不要上去比较好。免洗餐具吗？什么免洗餐具啊？用完就丢啊！对，我喜欢老师，我从十二岁就喜欢他了，我一直想嫁给他，可以吗？能够让你这么喜欢的女孩子，她一定很好，很善良，所以我一定要更努力，
我一定要更努力的让自己变好，更努力的爱你啊，这样才对得起音乐。思佳，因为我希望你只爱我一个人啊。我怀疑